妈，这个豆浆好好喝哦。是啊，为了我们家的宝贝，这可是妈妈现打的哦，而且啊，还是购买国内自家生产的高品质大豆呢。哦，国内生产的大豆。没错，种苗改良繁殖场以生产优良种子种苗为己任，肩负国内健康种子种苗供应任务。除了良好的生产环境、栽培技术以及调制设备以外，最重要的要有高品质的种子供应哦。你看看，像是我们生产的玉米种子，从玉米采收进来的过磅、验收、进仓后的种穗或者是种粒的干燥，都有严格的记录，并且委托种子检查室进行符合国际 ISTA 标准的检查工作哦。什么是 ISTA 啊？小妹妹问得好啊。ISTA 是国际种子检查协会 International Seed Testing Association 的英文缩写，而且属于种苗厂的种子检查室是国内目前唯一一间符合国际种子检查规范的实验室哦。各项检查程序都是依据国际种子检查协会检查规则办理的，最后还会核发检查结果报告，可说是替生产高品质种子挂有国际保证，品质把关呢。听起来真的是很棒耶。我国以农立国，农业与日常生活可说是息息相关，而且种子种苗更为农业的根本，其品质好坏可说是直接影响到后续农业生产。种苗厂生产这么高品质的种子，真是让我们消费者更加的安心了。是啊，生产高品质种子不仅是调制工厂的任务，也是种苗厂长期以来的最终目标。期盼国人能够安心购买台湾的农产品，就是种苗厂最开心也是最满意的结果啦。我还要再喝一杯。